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欢迎大家参加今晚的 European Study Talk。我们的 Study Talk 呢是一系列的线上线下讲座，邀请到欧洲各个大学，在云端，跟远端线上为台湾的观众，解说有关于申请奖学金或者是学校的，申请的介绍以及校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学校呢，是邀请到德国的 KIT。那刘老师今天晚上会为我们介绍，主要是在 Hector 跟我们的Carbans 校区两个部分。那我们就欢迎刘老师。大家好哈，台湾的各位学生和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年是，再次能够回到这个虚拟的讲台上和大家见面，也非常感谢 EFT 能够组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作为一个德国的一个重点大学，能和观众有个接触，我呢，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这个我的名字是刘亚先哈，这个文刀刘哈，这个我呢也是作为国际学生，当年来到德国，直接进行学习，然后从这里毕业，最后在这里工作，乃至建立家庭，然后在德国生活，差不多已经将近有20多年了，所以从留学的个人经历来说，还有这个工作的经历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如何，或者是咱们作为一个亚洲留学国际学生来说，在德国是如何生活以及学习，以及到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我的经验还是蛮丰富的，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一样我的这样的经验给大家哈。今天呢，我们来。首先我想从这个德国的这个工程来说起，这我想简单问一下，这个能看到全屏的这个讲义吗？可以，好，谢谢。好，咱们先从德国工程啊，我相信德国工程应该在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哈，德国工程这个享誉Made in Germany， 作为一种高质量的这种工业产品，已经享誉全球很多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从这个什么可以看出呢？比如说现在这个研发的这个方面，研发呢，德国将近有48500个这种专利，排名世界第五位啊，它只有8000多万人口，却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输出，特别是工业专利方面的输出是很可观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从这个2018年开始呢，就是一直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对于这个只有两个这个8000多万人口，这个人口本身，然后再加上两个中国山东省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国家来说，那么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 GDP 也是非常可观的。它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家，它非常依赖这个出口。比如说耳熟能详的，我相信宾士车呀、宝马车呀、什么大众汽车呀，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不陌生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化工产品啊。另外一点呢，其实德国虽然在官方面它不是像美国呀这样的国家，它是一种移民性的国家。虽然官方是不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它是在排名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大移民国家。咱们可以从这上看一看哈，这个有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是2017年这个标准，67%的这个移民在这里面，在这个移民之后都可以找到工作。这个呢，对于它的整个这个工业啊，对于德国的这种工程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说完德国工程之后呢，那么作为这个工程
教育其中之一的代表啊，这个 KIT 啊，咱们今天可以介绍，今天主要是介绍我们 KIT 啊，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那么 KIT 也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在教育界呢，KIT 我想大家有的可能会知道一些，有的可能未必知道啊。我们比如说一提 MIT， 还有后边今天马上结束之后，可能大家会去听那个 Cambridge 来讲，可能在国际名声上，KIT 未必这叫的这么响，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这个现在看见大家看到这个鸟瞰图啊，是这个我们 KIT 大学的这个一个地理位置哈、啊，就是完全坐落在卡尔斯洛这个市中心。大家看见这个德文词哈、啊、，Welcome to Karlsruhe， 这个 Karlsruhe 是一个德文词，叫起来比较拗口啊，卡尔斯洛，可以简称为卡鲁啊。我们这个大学也是被简称为卡大。这个是市中心的城堡，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一直就是完完全全是在市中心，那么绿化也很好哈、啊、当然台湾绿化也很好哈、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城市呢 30% 面积都是这个绿地，然后我们这个大学后面啊，在城堡整个后面是一个森林公园，夏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其实自然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啊，这个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业环境啊。对于这个大学来说呢，卡尔斯洛本身城市所在地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那么一个区域。对于我们学生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学生们不用走出太远的地方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大公司。那么比如说实习啦，像工作 working student 这样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乃至是科研给这个公司做科研的这种岗位，都可以非常在近的距离不出这个州就可以得到。比如说这个著名这个宾士公司的总部，还有保时捷的总部 Porsche 的总部，还有这个博士哈、啊、这个总部都在离我们这个不太远的以东的这个75公里的地方。如果往北走一些的情况下，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化学工厂，化学公司，巴斯福也在这个我们以北的70公里左右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世界上比如说这个宾士这个，或者是戴姆勒卡车公司啊，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厂房也在这个我们离我们以西18公里的地方。再有一个这个蔡司哈、啊，这个是光学巨头哈、啊，工业光学巨头。那么它也在我们不太远的地方，也有这个分部，总部呢离我们也不是很远。然后咱们今天咱们现在说这个 KIT 哈、啊。KIT 这个是简称是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听起来比较好像比较类似于 MIT 哈，只是换了一个地名而已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我们不这个有人说 KIT 呢，就是略称 KIT， 给了一个 nickname 啊，说是这个他是 MIT 的 German brother 哈。实际上也 KIT 也不需要这个非得要揽这样的亲戚关系，为什么呢？因为 KIT 本身，如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大学。咱们可以先看看它的这个大小。KIT 有25000名在校生，即便是疫情的情况下，这两年也能够保持在22000多名在校生左右。它有360多位这个专职教授啊，然后这个125个院系，所以它是它的这个名字叫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那这个 Institute 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哈、啊，就是 Institutes。那么由这125个独立的这种工业研究院来组成。员工超过9000多名员工，然后有将近7000多名，其中7000多名员工是直接从事科研以及这个教育的这个并行的这么一种职位的，只有剩下的2000多名员工像我们做这些管理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注重这个科研的那么一个大学，自从2009年以来 ，KIT 和德国的一所非常重要的一所科研机构啊，是五大科研院所之一，叫 Helmholtz 这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合并。自此，科研这个 KIT 不仅仅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那么一个大学，
他一下就转身成为了一个德国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大学。那么所由此呢，每年呢也会因此啊，就是由国家会拨很多的这个教学资金，有将近一年有将近9亿欧元的啊，好像和欧元和这个台币的比例是1:30，35到37吧，一个欧元到35到37个台币，将近这是每年9个亿欧元。那么基本上来自哪三个方向呢？比如说来自这个国家 Federal State 将近28%，然后再加上这个州政府也会给啊，这个州政府会像巴伐州是我们整个16个德国联邦州里面最富的两个州之一，那么他会拨将近30%多的这个款，然后剩下的40%来自第三方啊 third party funds。这 third party funds 其实后边的这个也在后边这个讲义里我会给大家介绍哈，是哪些 third party。那么咱们先看看这个世界的排名哈，这个比较俗气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关心。那么KIT 呢在 QS 这个世界排名，比如说这个大学的世界排名，大家可以在网上回来自己查一查哈。QS 排名呢是它的学术排名，基本上这两年一直是在100多名哈。最好的时候前几年有的时候能拿到前世界近里面100名里面98呀99啊，这两年是130多。然后大家，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面有一个排名哈，叫 QS Employability Ranking， 就是这个就业率排名。如果是按照这个就业率排名情况下 ，KIT 就进入了世界前50，就是全世界第36位。那么在欧洲排名第7，在德国基本我们在就业率上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连年第一。可以请大家注意注意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就业率排名为什么这么高呢？以及刚才那教学，刚才放下那个题目，就是这个教学资金那个第三方 party 这个 funds 是来自哪些呢？其中就包括这样的一些alumni 是吧？毕业生，这个毕业生网络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看看左面的这个头一位这个老先生哈，他就是宾士先生本人，就是发明这个奔驰车的这个宾士车的这个老先生，他就叫 Carl Benz。那 Carl Benz 呢是在1860几年的时候从这个原前身这个大学的前身卡尔斯伯大学的前身毕业，在200多年，我们都已经200多年的教育建校历史了哈，他是在2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卡尔斯伯念的书，然后毕业之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然后又组建了这个宾士集团，然后这个企业一直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之一啊。然后第二位呢看到的是这个是他的 CEO 啊，就是在2019年以前这个是任职最长的那个一位 CEO， 他呢是叫 Dieter Zetsche 啊，蔡彻先生也是在戴姆勒公司，就是宾士公司集团当这个 CEO， 当了很多年。他是我们1971年左右的毕业生啊，念的是这个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气工程。如果大家对车可能比较熟悉的情况下，还有一位毕业生，比如说 Skoda， 这是一个捷克 Republic 这个车的品牌，他的创始人 Skoda 本人也是我们的毕业生。然后我们看第二页哈，比如说这个咱们继续这车哈，这三大品牌嘛，我们都说是德国这个车厂三驾马车，宾士BMW， 然后还有这个大众。那 BMW 的这个掌门人就是他的这个家族 Stefan Quandt， 在这一行里面第三位先啊，这个 Stefan 先生，他呢也是这个我们这个 KIT 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家族拥有 BMW， 这个比这个 CEO 要厉害多了哈。这个他是整个这个 BMW 集团的这个继承人哈。当然 BMW 集团呢也只是他家族这个集团公司的其中一个产业，他的家族产业跨金融、化学、化工，乃至工业产品啊，整个这个
这个跨度很大，这个宝马集团也只是其中一个产业，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研究方向的 KIT 的研究方向呢，一共有三个，一个是新能源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计算机啊，就 information technique， 另外一方面就是 energy， 就是这个mobility， 就是移动性就是汽车。比如说就是其中一，就是什么 anything movable， 只要是能跑的能动的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研究方向。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在地上以外，那么在海洋在天上飞，那么比如说咱们看头一位这个是这个汉莎航空公司陆夫汉扎，那么他的 CEO Spohr 先生也是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再看第四位，这个就完全就是宇航员了。这是出于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系的这个一位毕业生哈，他是这个最终是在欧洲航天局工作。然后呢刚才我说的这个三个大的研究方向呢，其中第三个方向的 information 啊，就是这个信息技术，其中包括就是 software 和这个computer science 呀、啊、像 cloud computing 这样的 buzzword， 那么都属于这个计算机这个方面。那毕业生比如说像 Hans Werner Hector Hector，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啊。刚才 Jade 也提到了，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 Hector School。那么 Hector School 这个 Hector 就是这个本人，他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个大学的毕业生，他是 SAP，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著名的一个大型的软件集团，他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大型集团呢，有五位创始人，当年其中三位，是。和是等于是从KIT 出来的这三位毕业生，其中包括 Roland Mark， 最后一位的这个照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 KIT 啊，它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大学哈、啊、TU9 啊也好，还是这个德国优秀的这个，它被列入过很多的这个精英大学这个群组哈、啊、比如说这个工程精英大学 TU9 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德国精英大学，就优秀大学 University Excellence， 这个大学，这是综合性大学，这不只是理工九所，这是综合性大学，一共十一所，也列为之一。那么但是呢，抛不开的是什么呢？抛不开它是一个德国的大学。那德国的大学它其实很大的比例实际上是用德语在教学。那么为了改变这个形式啊，这个KIT 呢就是成立了一个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department 呢？首先这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呢，它从这个学士学位，像 Carl Benz School， 今天我们会有后边会介绍 Hector School， 到这个硕士，以及到这个PhD 啊 ，post 甚至是 post PhD， 念到博士和博士后，整个这个系统都是用英语来念，这个、就是他建校的最这个建这个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德国这个本土的这个大学啊，其实质量很高啊，排名也很高，但是国际影响之所以总是延续这个 nickname from MIT，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九巷子是真深，名声打不出去，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开设这个英语课程，然后让这个不说德语的学生也能够知道，不说德语的这些专家也能够知道 KIT， 那么就油然而生了。今天呢，我们将后边大部分时间会介绍这个这两个，一个是本科的 Carl Benz School， 这个就是直接和我们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毕业生相关的。那么一个是宾士本人的这个 school， 然后这个 Hector School 那是另外一个毕业生，就刚才那 SAP 的那个创始人的这个资助的这个 school。这个 Carl Benz School 呢，宾士这个学院呢，我们叫 Carl Benz 学院哈。基本上是三年制的这么一个学程。那么在这个三年制的学程里面呢，学生会在完成这个学业之后，会得到180个 ECTS 这个学分，这是欧洲学分。这个呢，如果有大家不太清楚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说，然后后面可以和我保持联系，到底是什么。然后基本上它是每年呢都是在十月份
开始开课，然后申请季呢一般是截止到下一年的4月30号。比如说像今年10月份上课的学生，那么现在到今年的四月三十号，那么我们这个本科的这个学程就会截止。那么他这个教学的语言用什么呢？用的就是全程的用英语啊。基本上呢，这个对于非欧盟的学生来说，他的学费大约是在8600欧元每学期左右。这个学程呢，它包括什么样的专业呢？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页的中间哈，这个页的中间，列了三个专业。那么一个是这个最正宗的哈，所谓最正宗的，是跟我们研究这个大学研究方向其实相对应的，mobility 方向的，比如说 automotive engineering 就是汽车制造。但是汽车制造，请大家不要误解哈，也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毕业生而感到误解，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只能做进入汽车行业，并不是这样。上课上天。下地也没有问题，最后入海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工业产品，都是机械原理，所以都是相通的。所以念汽车制造的行业的人，也可以进入航空公司，也可以进入这个太空研究，也可以进入海洋，比如说制造船啊，船业，像我们有很多毕业生是进入 MTU 的。这个 MTU 是专门做那个为这个大型的旅游船做这种发动机的啊，它也是一样的。然后相应另外一个研究方向 energy 对吧，新能源，那么我们也有 energy engineering。然后最另外一个呢就是 glob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听起来比较有点抽象啊，其实就是它是智能制造。眼下就是 AI 啊，在世界上比较这个在机械领域是非常非常非常流行的那么一个字眼哈，这个其实就是智能制造 AI 在智能制造里面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专业学到这个智能制造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管这个现在这个专业叫 hard skills， 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 combine 一些联系一些 soft skills 的 course， 就是这个软实力。软实力呢，比如说我们会想到比如很多的学生他不会说德语，那么可以在这个课程下面，除了这个核心课程啊，就专业课程以外，还可以选择像德语课，从 A1 到 C2， 这个专业水平的这个选课，或者呢，比如说选择这个 Korea。毕竟咱们作为国际学生啊，对于这个德国就业市场是非常陌生的。那么，像这个如何在德国进行申请工作，包括你的这个 CV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小的方面都会有包含。这是除此之外，比如说如何进行这个文化，进行有一种 international global 这种 awareness， 这种意识啊，跨文化意识，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现在不只是这个大公司都是跨国的公司，它会跨很多的国家的文化，这个也是很重要。像类似的课程都有属于这种软实力课程，那么都会有涵盖。另外呢。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college 这种方面 program 的上面的这个服务，会帮助这个我们的学生，除了这些课程以外，能够顺利的完成课程，完成学业，并顺利的在德国就业。比如说，从生活方面，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 mentoring program 是吧？然后还有比如说可以 living on campus， 那么在这个 campus 后边还有一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门介绍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 living on campus 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就是这个study career guidance， 那么帮助大家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所建树。另外这个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智能的 project， 那我由于时间关系尽量加快一些速度哈，这个我们会在比如说在 smart factory and industry 这样的智能制造啊，这是这个宾士学院，我们本身的宾士学院和三家大公司 B
宾士公司、蔡司以及博士公司建立的那么一种产学联系，这个是直接对我们的学生很有意义的。在最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将选送优秀的学生直接进入这三家公司其中之一，然后进行这种科研项目啊，或者呢在大学里面做这种科研助手啊，给教授做科研助手，或者学生有自己的 idea， 比如说有什么科研的 idea， 那么也会可以得到我们去这种学术方面的帮助，在 Smart Science at KIT 里面得到这个教授的专业上的直接支持。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太想继续深入这个是如何进行申请这个这一页呢，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 screenshot 或者是拍下来哈。我们最重要强调的就是说对于英语以及对于英语的要求，再有一个另外一方面，因为毕竟它是用英语来念，再有一个数学和物理以及自然科学方面要一定要优秀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的就是这个 Hackett School， 这个是硕士课程啊，刚才那个是学士课程，这是硕士课程，一共有六个专业啊，涵盖了就相对于我们这个KIT 的这个整个的这三个研究方向呢等于是反射到六个方向，一个是 Energy Engineering， 然后还有金融还有这个计算机啊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这个计算机方面的硕士，然后还有这个产品研发然后最后是汽车啊，移动性科学其实就是汽车，然后还有这个生产经营与管理啊，这个 energy， 比如说这个下面所有的一些新的这个，比如说风能啊、热能啊。这些绿色能源现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在这个方面都会有体现，所有这些 renewables。 那么这个课程呢，采取的是这种模块制上课的方式，一共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有五个 engineering 模块，然后有五个 management 模块，这个五个模块两个五个模块合在一起是20周的时间，涵盖有工程的部分，有管理的部分，所有这个六个专业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啊，金融专业这个请大家不要误解哈，这个不是说是和银行学直接相关的啊，那么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工业金融工程。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像这个宾士公司，它每年都会有很多的这种金融余额，那么如何进行这个工业产品的这种资本操作，那么实际上是它是给工业企业或者是工业金融来用的，然后呢，下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系统，我相信软件信息系统这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现在一个工具哈，那么在这个下面我们的学生可以选择进行深造两个主要的深造的方向，一个是 digital services 啊，这个数据服务，比如说像这样的大公司，比如说 IBM 就是做这种数据和这个数据服务的，另外呢还可以选择 autonomous 这个 robotics 啊，这个是属于自动机器人这方面啊，这属于 AI 方面，两个方向其中之一可以进行深造，是在信息系统方面。另外这个产品研发呢，今年我们会在产品研发这个专业下进行一下这个微调哈，结构上的微调是知识上的结构性的微调。那么这个在这个下面学生会学，比如说 Agile 啊，这个 Systems Design 像这种敏捷研发系统，比如说这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产品研发的这种信息系统如何构架，然后包括比如说校准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知识模块都会在产品相关于产品研发的这个过程啊，都会在这里面讲到。然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mobility systems，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移动性系统，那么就是这个汽车啊相关或者移动性科学相关的一些不仅仅是汽车哈，比如说小到 Segway 啊，这都属于这个方面。那么在这下面呢，现在无人驾驶哈，这汽车方面是无人驾驶，其实小的就不只是汽车，其他的方面也可以无人驾驶，比如说像那些无人飞机啊，这都属于无人驾驶的范围之一。那可以选择这种高级辅助驾驶或者是无人驾驶这个方向进行深造，或者可以选择新能源车
啊，新能源动力，咱准确的说呢，新能源动力，比如说 e-mobility 这样的这个技术进行深造，在这个 mobility system 下。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啊，它这个听起来生产运营管理比较通俗的那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是刚才我们在本科那个里面 glob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的那个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部分，就是这个关于智能制造的一个深入，是在硕士方这个水平上的一个深入，它是延伸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对于这个工业企业这种数字化管理最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关于工业 4.0 的这个概念吗？这个是德国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概念之一哈，这个先进制造概念之一。那么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很多关于工业 4.0 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技术以及知识。好，把这个刚才我讲过的一些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六个专业那么都是属于这个模块制上课，每一个模块呢有两周来组成，一共是20个星期，那么最后再写一个包括一个这个硕士论文，也是 master thesis， 一共是2年的时间，每学期呢学费差不多是7500欧。左右，然后加一个 KIT 的注册费，也可能是160多欧吧，一共是7600欧一个学期。那么在这个之后也可以得到90个这个欧洲学分啊，是 Master of Science 这个学位。每年呢开课的时间都是在冬季学期这个10月份，但是呢对于这个申请来说，它没有申请的这个期限，一般来说都是 rolling application 这个 process。然后呢需要的是比如说基本一些条件，已经有过这个最低有过一个学士学位，并且呢工作了至少1.5到2年的时间哈，然后有这个英语的学习这个证明，考试的证明，或者是英语的比如说单位开出来的这种英语的证明也可以，但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本身的媒介是用英语，所以英语一定要过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谈这些其他的这个。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一会儿提出来，或者这个在咱们演讲之后联系我。这个学校呢可以 live on campus，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国际部本身都有自己的这个宿舍区，一共有120个房间，在德国这个住宿呢，实际上学生住宿是像这个。大家看到的页面上的照片是一样的，里面有就是这个家具和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准备好的，啊，就是一个人一个房间，那么只和4到7个人左右，sharing 一个 kitchen， 其他的比如说卫生间啊，还有这个 bathroom 都是自己的，好，这一个页面呢是基本上是这两个。一个是本科，一个是硕士，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和概况，请大家就是如果要是有兴趣呢，可以把它拍一下啊。然后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我现在停留在这一页，基本上我就讲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现在咱们进入问答阶段。首先谢谢刘老师为我们的带来的介绍，我们现在就开放让观众可以开始问问题，你们在 Q&A 的那个小格子里面就可以留下你的问题。老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KIT 在德国的就业率是一直都是最好的，那我想这方面是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不分德国学生或者是国际学生，或者说对国际学生来说，他们如果想毕业后留在德国发展，大概会遇到哪一些挑战，或者说对于国际学生来说这样子的就业机会多吗？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一下问到点上了。这个 KIT 这个排名啊，当然是对于所有学生的排名哈，有可能刚才因为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刚才介绍这个那一页就是我们所有 alumni 那一页，基本上都是德国的面孔是吧，没有国际上的面孔，除了一个捷克的一个 Skoda 的那个创始人以外，其他都是德国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那当然这个他这个200来年的建校历史，当然这个是德国本土的这个大学，一般出来的这个国际学生那是在
现近代或者现代才会出一些国际学生，对吧？嗯，然后能够创出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创出一些名声的，那又会少之又少。但是这个本身这个排名，每年的排名，不论是德国的学生也好，还是国际学生，他都是 KIT 的学生，所以他其实这个数据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大学的。那么重点在于后面的部分，就是说国际学生在德国他会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起点，或者是说这个就业会不会方便，好不好就业，这个我是要强调的。我可以从几个方向来进行介绍哈，如果时间还能允许，在四分钟之内我能够完成哈。这个首先签证啊，全世界我估计可能对国际学生的签证，只有德国发的学生签证是最最最友好的，它允许学生在在学期间，就是学生签证，只要拿到学生签证，有120个全天的工作许可，或者240个半天的工作许可。这是其他的一些英美国家有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然后在这个之后毕业，从毕业的那一天起，只要是从德国的大学毕业，那么就可以享受另外一个找工作签证，有将近18个月可以合理合法的待在德国找工作。而在这个找工作期间，这120个全天的工作许可还有效。不是就没有效了，还有效。只要是找到了工作，那么不用像在美国，的签证一样，你要 rolling dice 啊，就是那个在，即便你有工作，你要在有工作的一个群体里面，好像就在 rolling the dice 一样，在等，是不是这个幸运的这个 dice 能够摇到我的号，然后我能转成工签？不是这样。在德国是只要你找到工作，那么你就能转工签，只要你拿到工作合同就能转工签。转工签之后积累将近五年的交税记录，就可以选择长居或者入籍，就这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一个特别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为什么说了很多，就给了那么多言语，就是在这个词句是在这个就业率上，就业本身你首先得要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个由什么来决定？由工业企业有多少来决定。德国这个国家农业不是大的，不是，只占很少很少的部分。我们经常就是笑称哈，德国这个土地非常贫瘠，生产不了什么东西，只有土豆和苹果，只生产这两样。那么你要学农业，那最好是去法国学。我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但是这样它反映另外一个方向，德国的 GDP 大部分来自于什么？都是来自于这些工业企业，从大到小。然后这个一个汽车厂就会将近有上千家这些零件厂给它供应产品。三大，我们这个三大方向 KIT 这三大研究的三大方向，其实也是德国工业其实最主流的三大方向。当然不包括化学啊，化工其实德国也非常非常非常赚。那么它提供的是什么？提供的就是就业岗位。只是德国市场的这些每年毕业的德国大学生，它是满足不了它所有这些企业，这大型企业或者是中型企业整个就业市场的需求的。这个是它的基本原则，就是给为什么会给国际学生这么友好的这种签证政策，是因为它需要这部分的人来填补它在德国就业市场的这种空缺。在这方面是所有其他的国家可能在德国是最有竞争力的，因为它的 GDP 就靠这个来支撑，所以国际的学生是很好找工作。我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嘛，也不能说特殊例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为国际学生，我原来是在宾士下面一个 outsourcing 的那么一个公司工作。有很多人也会想啊，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语言。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语言是在找工作是一个大的壁垒。我不否认这一点，你不会说德语，当然就如同咱们不会说中文，去台湾或者去大陆就业，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德国是在所有这些欧洲这些国家里面，对于英文接受度最高的，
您像这些其他的一些大公司，比如说大众啦，像宾士啦，早在几年前就把自己的这个 working language 完完全全官方改成了英语。而且最重要一点，今天我想在座的听的很多人都是练理工科的，练理工科的人，其实语言不是最重要的，专业是最重要的。你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做这个工作是决定性的。所以找工作本身在德国是有很多便利条件，总体来说。超过了一分钟。没关系，你竟然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德语的问题。那如果说不会德文的同学，对他们来说在生活上或者说他们在学术环境上，会不会就是比较难进行，或是会觉得冲击挫折感比较大呢？首先它是生活，它不只是在工作找工作不找工作这方面会有困难，那生活方面它肯定就会有困难。但是呢，像现在，我是这样说，就是，今天来嘛，就咱们就是讲教育哈，其实这是讲教育，本科教育和这个硕士教育。那为什么要学习？学习的目的其实是为要拿一个学历，是吧？这是其中之一。然后在专业方面，我能够学到这个专业，这是我的本身目的。用什么语言来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这个语言能够提供。那我现在德国给大部分的孩子或者大部分的学生提供的是用德语来念书，但是他也想到了，现在有人不会说德语，那我们用英语来提供。首先从教育这个目的来说，那么我能够完成用英语，我就不需要任何德语知识，我只纯用英语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而且如果得到了学历，那么现在具体到我们学校这个 case 来说，还得到的是世界精英大学其中之一的，或者最起码在德国是非常有名的，对吧？这样精英大一，如果大家不去看那个 QS ranking 的话，然后另外一点呢，这个其他大学我不能保证，那最起码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为大家想到了啊，你不会说德语，从 A1 从 ABC 啊开始学，这样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能融入这里面。尽管如此，可能在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是有问题，是吧？但是这个不是大的方向。我刚才一再强调，生活的用语只要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找工作其实是靠专业来找工作，不是靠语言来找工作。说的再多没有用，做了一件事情，能够给公司创出很大的价值，或者是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专业水平，那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我来的时候一句德语都不会说，我就学了3个月。老师意思应该就是。我想基础应付生活上的德语还是必要的，但是以工程与科技科学来说，可能更重要会是你在专业知识跟技巧上面的磨练跟那个知识性的深厚度，是这样子吗？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生活嘛，必定还是要说一些，因为普通老百姓他不一定所有人英语都是这么好，是吧？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老师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就是在学校这边也会有一些语言学习的资源呢，可以让国际学生利用？对，我会，基本上我可以拿这页说哈，你现在咱再看这，哎呦，这页里面有一个我刚才强调那个 soft skills course， 咱这可能比较小哈，右下角有一个 German A1 到 C2。我们在本科方面就直接提供这样的课程，在硕士方面其实也提供这样的课程。一到 C2 这课程，只不过强度不太一样，因为硕士毕竟比较短一些，它不用待那么长时间啊。然后这个直接上大学里面去学语言班就可以。那么平常这个，比如说这个学本科生待的时间比较长，基本上就是在学院里面上，比较多。我们今天大概就是着重在 Carbens 跟那个 Hector School， 那。如果说要看所有 KIT 的学士学程的话呢，我们是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其他的学院吗？我们大致上针对其他的学院，是不是也可以请刘老师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当然，就是包括这个，就是那就是我们要看就是所有德语的这一方面的，基本上
这个肯定是有的。那可以就是 login 这个 KIT 的官网，你在 Google 一搜 KIT， Germany， 然后这个它就肯定会把官网打出来。各种这个是这个什么都会有啊。我看后面剑桥已经进来了。基本上官网上都会有啊。我刚才就是咱对于这个什么在我再多说两句哈。关于硕士这方面，我们后边还要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提供给 study and stay 这样的一个帮助学生在这个找工作啊，这个硕士方面找工作的那么一个 event， 是在是在下个月的21号。我把这个 post 到咱们这个 chat room 里边哈，这个链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报名听一听啊，这个是当然就是到时候就不用中文了，就是用英语，但是我相信台湾的这个听众的英语应该都是蛮过关的，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来进来听一听，这个是不是因为不管是哪个大学它提供的只是信息，这个就不只是信息了，我们提供的是职位。等于同学其实即便现在还不在 KIT 就读，也可以看看未来到时候进到学校之后有一些职涯上面的辅助资源是可以利用的。那这个活动算是让同学可以先预先的演练一下未来自己可以怎么样做准备，这是一方面的信息。再有一个方面最重要要素是在于它的性质不一样，因为任何一所世界上的大学它不提，其实它不需要从作为大学不需要提供这样的工作，就是把具体的职位介绍给学生，不管是科研助手也好，还是公司的这个实习的这个东西也好，它只需要提供信息就考了。那每一所大学其实这个 career service 其实提供的都是这些，我们提供的是职位，到底如何这个职位是如何提供，或者是哪样的这样有这样success story， 那我们会在那个什么里面出就是在这个里面会介绍的。了解，这个活动希望的在2月21号礼拜一，对，2月21号，如果大家点那个链接的话，就所有的信息就会出来了。了解，那这个时间是在德国时间的早上10点，那换算的台湾大概是下午的时间7个小时。是，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chat 的我们在 checkbox 里面会有放上连结，也欢迎同学可以先去体验看看。好的，欢迎欢迎。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目前收到的问题。那老师刚刚在最后有留下他的联络资讯跟学校的官网，两个学院的官网连结，所以如果你对于学院或是学程还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透过上面的资讯，或者说你可以就直接写信给刘老师。老师有 WeChat， 对。对，我那WhatsApp 的连我的手机号码都已经贴上。没问题。那就欢迎各位同学，如果后续在申请上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刘老师联络。对，那我们也很谢谢刘老师今天抽空上来在线上为我们台湾的观众跟同学一起带领他们认识一下 KIT， 然后以及 KIT 提供怎么样的机会给台湾的学生。谢谢老师。非常感谢 Jade 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哈，能够和台湾学生们进行接触，也是我的荣幸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信息，希望对 KIT 感兴趣的同学到时候和我直接联系，那么德国留学都没有关系啊，咱们可以制定一些个人这个时间啊，通过以下的这些传媒方式。好，非常高兴。谢谢刘老师。好嘞，好，谢谢，谢谢，再会。